没关系啊，在停车场的车道路口直接停车是什么意思？民众拿手机拍影片搜证，停车场车道上停了好几台车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现在停车都这么牛逼？民众边拍边说：“太扯了，车子不是停在位子上，而是停在车道正中间，一整排停下来，其他车辆如果要下去，只能逆向开。”民众把影片PO上网，说事发地点在桃园中华路一间 KTV 旁边。10月15号凌晨，直机驾驶们把车停入口，现场也没有人管。我也是很困难啊。他每天这样子停吗？他几乎每天都在停啊。哦，每天都这样子停哦。嗯。实际询问管理员，他们表示都知道停车的驾驶是谁，也透露驾驶们就是附近出没的人士。先前有询问过警方，得到的答案是这边非道路，没有办法用道路相关法规来办。他们都逆向开过来啊，不是他们闪过他开进来啊，我们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已经反映过警察，好像是也没有很。他警察只是说明他私人的土地，他也没办法要。该地点为私人停车场，非属道路范围，无视用道路交通相关法。警方说会再联系停车场协助加强管理，车停斜坡有安全疑虑，非道路无法主动开罚。警方表示，当事停车场业者可以搜证提告，这停车乱象目前无法可管。TVBS 新闻廖宗庆桃园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